通过我们最新一代发布的超级电机，我们的机器人可以同意控制它的每一个关节，让它的动作非常自然，包括在它的皮肤，在那个我们的视觉和它的触觉上面也有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能够更自然地展现出一个微表情，做出一些喜怒哀乐等各种那个可以用情感交互的这种那个情绪表达的表情都可以展示了。我非常震撼，就是现在机器人已经发展到这种可以模仿人的眼神，然后各种动作，甚至就是更细微的一些肢体的手指运动。我觉得现在做的非常的真实，包括他的眼睛，还有他的五官的一些动作，还有他手部的流畅度，都是比原来要更真实的。然后包括以后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我是相信这些机器人，它以后肯定会慢慢取代掉我们一些工作，但是我觉得以后可能会好好，我们好好利用它的话，可能会更越来越更高效的帮助我们提高生产力。